别把气氛弄得如此尴尬，要回答就回答，你别害怕，哭动三季你终会被感化，除了你没有人能让我想家，真实也罢虚伪也罢，能走远就走远，请别害怕。有谁环绕压抑，不知道怎么跟向你开口，一直在找合适的之后，对你倾尽所有，是不是从不会强求，也算未雨绸缪，才努力解不得不说的感受，为别人分担解忧，在夜里让自己一个人哭湿枕头。一直都憋在我心里的话，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，别把气氛如此尴尬，要回答就回答，你别害怕。有些话我憋在心里，压抑了太久，不知道怎么给向你开口，一直在找合适的时候，对你倾尽所有，是不是从不会强求，也算未雨绸缪，才努力解不得不说的感受，为别人分担解忧，在夜里让自己一个人哭湿枕头。不知道怎么该向你开口，一直在找合适的时候，对你倾尽所有，是不是从不会强求，也算未雨绸缪，才努力解不得不说的感受，为别人分担解忧，在夜里让自己一个人哭湿枕头。